他跟郭碧婷结婚3年多的向佐日前被拍到带美女回家，怀疑是跟网红裸身视讯，简报婚内出轨。老婆郭碧婷就此神隐，只有妈妈向太出面对外否认。事过23天，向佐出现在抖音网红盛仔的祝福影片中，他身穿白色 T 恤，戴着红色毛帽，整支影片看起来相当轻松，似乎完全没有受到出轨风波影响。而他这次帮好友录制影片，也让大家猜测是在为复出做准备。向太因向佐出轨事件，微博被网友灌爆，但他真的太厉害了，转发一段影片是谈及两岸问题，他直接大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并强调一直知道自己是中国人，挑起大陆网友兴奋情绪，瞬间让风向转弯，还被赞真的是太霸气了。相反的，郭碧婷不但消失，也被发现微博设定仅能看到半年内的动态，状况也让大家非常担心。